院长，祝贺您，李子白他终于脱离了白色。谢谢，20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。恭喜你晋级，身体没什么大碍吧？院长您来了。没关系，坐下坐下。没事，我还是先出去等吧。谢谢。好久没看望儿子了，谢谢你给我单独看望儿子的时间。20年了，为父没有白养你。继续成长吧，那才算是个好儿子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我在李子白身上也学到了很多。你很谦虚。谢谢。那么继续努力吧。什么？我来找我老公的，你能不能让开？老公？对啊，老公，你不知道吗？李子白跟我已经订婚了。李子白对你好像不感兴趣吧？什么？老头，你刚才是怎么进来的？就不告诉你。比赛打得还不错，听说你是大理石家族的后裔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自然有我知道的途径了。看来你就是李烨呀。你好。好点了吧？待会儿跟我到练习场去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？歇了吗？好多了。这老头找我要说什么？身体好些了，那就走吧。你个死老头子，我要杀了你。